当打游戏忘回消息被抓。小美。啊，皮姨。你昨天怎么半天不理我？昨天去洗澡了呀，跟你说了。你洗澡洗3个小时。昨天洗的比较干净，昨天搓灰了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有什么可豪横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故意的，把嘴给我闭上，过来，把手给我，别说话啊！你知道你现在手上捏的是什么吗？手。你手上拿的是机会，是你后半生幸福的机会。我问你。你现在眼睛里面是什么？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你手机。你看到的是未来，是整个世界。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。全部人给我站起来！皮爷。嗯。我觉得我们虽然说在一起3个多月，但是你不太了解我。今天我们玩个小游戏，看看我知道的东西，我喜欢的东西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看一下。第一个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过这个。这个你都看，你是不是女生？第二个啊，女生就不能看。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，这个是什么？我要问的不是剧名叫什么，我怕你不认识字吗？这个男主叫什么名字？好，第三个啊，我要飞，我要这个你应该肯定看过了，这个。看过什么？没看过。那我要问的这句叫什么？我问的是右边这个小男生叫什么名字？我只知道他叫乐乐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忘记了，这三个我不记得了。乐乐，冰柠檬，多面体。叫小妹妹。好好，不要在意这个细节。好，这个你肯定也知道，这是谁？哦，林达浪。然后这是宝珠姐，什么达浪达浪达浪，不知道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嗯，我看一下。这个你肯定不知道，我们所有人都会喜欢。好，那大一个，这个谁？男生看的动漫你也看，偶像剧你也看，男生玩的游戏你也玩，不能看吗？你既然自己都会，那你要男朋友干什么呢？对哦，那你要分手吗？我走了。哎哎哎哎，可以可以。